可以看到这除了一些柱子，它这些给居民坐的凳子也都是挺有特色的，变成一种发光体，看着特别有第一次看这种带光的凳子。哇，它这个房顶刚才看那些游客也都在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知道原因了。你看它这个整个的一个旧集市给改得这么漂亮，以前可能就是古代的那种旧集市，现在你看原来它天上竟然有这种，它不是，是一个游泳池，你看上面有人正在游泳呢，游泳池肯定在上头，只是利用这个下部分来看，可以看到他在游泳，健身中心也有。